我反对，我反对。小木哥，我觉得这个哪里说的很对哈，你你那个那么好欺负吗？嗯，你穿的么一套，你看你怎么打闺女了？你不知道要好吗？你看，喝的肥田蜈蚣一样，什么？你没肥田，你不觉得我穿这一身很像神怪绝技的江湖女侠吗？啊啊！你不是你像油焖大侠还差不多，而且属于做糊了的那一种。嗯，你不那个绣花巫术是吧？啊，行，绣花巫术我给你推荐个地方，前两天不是给大家拉了一种叫地宫拳吗？下边我再给你介绍一种拳法，有兴趣的话，你去当个靶子，当个陪练。 老兄，这是练的蛤蟆功吗？一听这话，人家不愿意了。什么蛤蟆功啊？那都是歪门邪道。俺练的可是正儿八经的拳法地龙井。不像从树上飞下一个刀了的，那么害他两个斗，斗来斗去呢，这个球员呢，他站不起来。那么他也没，他躺着趴下弄会儿，他就换拳速打的呢，凡是倒了呢，最后呢就那么飞走了。所以从那里以后，看来这个道士呢就感觉。 这个动物的动作呢，研究这个地龙经拳。地龙经，第五代传人，独闻名说。这门功夫属于武当派，是师爷外出访游，从平度引到高密的，演练时收风推打，进退申速，顺地飞跃。老杜说，自己从小练习地龙经时，祖师爷曾传下来一句话：推上没有三个场，三个场没有腾空跃起，自己把自己发起来，撇出去以后。 这个就得打起眼来以后，一方面冲击力，另一方面呢，他体量自己的身子轻巧，来攻击对方。蚯蚓那玩意儿趴在地上，恨不能半天不挪窝，还能教人打拳。老杜说了，你可不能小瞧这地龙井，俗话说得好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而这门功夫却是讲究后发制人，瞬间爆发，侧重跌打滚爬，并以推发制敌。 收推老骨，杵推寻速。一旁观看弟子们训练的老杜，强调最多的就是这两句话。俗话说，言传不如身教。我说老杜啊，你拉了半天，不如亲自出手给咱们展示展示。上来打一拳的时候，我这个手一封的时候。 这个脚要往这探，啊，往这一探是同时在那起要起，然后呢，这个腿插在地方的前面，然后这个手扶顶，插在地方的这边，所以说形同坚固，把对方呢一起是站倒。下边我手掌扶着，我也给大家看一下，看来一打弯一抓锤，哎，滚，啊，我要封，一封上这个手要封他，快跳，速度要快，过来以后把握着盘住他，盘住他以后，他呢要是这个手来打我的时候。 我这个地方要顶的，说这个膝盖压他，他一顶的时候，再说把这个地方就放松他，别要打住我行了。然后这个腿穿在这边，来别他，刚在这地上来别他，一别这个肯定他就倒。大手要跑，第二个呢，他要背我的脚，他要背我的脚的。上来，上来以后呢，我打他一脚，打就是抱住了，抱住了我也让他快躺，不要叫他陷那个腿在这站着嘛，我快躺一下，躺一下还是要拍他。 拍的一直是呢，我过不了他，他这个脚要往南背我的脚，你，他背脚了呢，背的还难受是吧？他一背脚我发着嘞，挂住他咋的，动他咋的，转。老杜说，地龙井不仅是推法灵活，里面还有很多翻关节的运用，讲究一招制敌。你别这个地方，别这个地方，为什么别呢？别的要把他摔到那边去，但是他不走，他不走的情况下，我就胸起胸口来，把这个手呢，但是不能叫他这个，这样不行。 是吧？必须要这个，这个拿住他，拿住他以后，他不过去的时候，反关节啊，这个胳膊就废了。无人相敬，无人切磋，那是在所难免。练家子都知道，切磋讲究的是点到为止。可老杜的弟子们说了，点到为止，舍不得，因为俺们这功夫啊，点到相知还真有点难度嘞。不打紧与这个和这个对方这个施展，因为什么？他是。 全是对方的去反关节，一旦起来或者摇晃以后，这个不是那么不容易守不住的。